今天我们将迎来战队组成后的第一场对决，本场为预备赛。就是厉害啊，就是最好的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当然，比我们团队差那么一点点啊。我觉得挺狠的，我很喜欢，这就是我的世界。谢谢谢谢，既然有比拼，就一定有个结果。四个战队的起舞表演，得票最高的是谁呢？恭喜一波王炸 ，Boom 战队拿到了活动基金啊！下面队内考核，首先进行考核的哇哇酷宝战队。Sexy， 跳完这个舞，感觉打开了我另一个世界。肩上剪了一刀，就感觉哇，来 feel 了。好可爱！健美操的感觉在里面。难题只能交给队长。对，子豪、陈醉、罗永信。接下来，一博队长组内考核开始。整齐度不够好，然后我没有记忆点，对不起，谢谢大兵、小君君。接下来进行考核的张艺兴队长。Yeah! 哇，不是那种在你面前一个炸弹爆炸那种炸，是伤到内脏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炸可能是一下的，他那个炸是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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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，很紧的炸。就是为什么是我的选他们要淘汰？在这个舞台暂时离开核心战队的是泰迪老师、巴里斯、王涛。接下来进入到王这里看的队内考核。我想看续集。其实他是碟中碟中碟。那么接下来淘汰三位选手，奥斯卡、Colin、青玉。让我们恭喜在场选手成功晋级全国40强，恭喜你们！除此之外，你们还将面临《这就是街舞》3季以来难度最高的水擂台 battle 战。欢迎各位来到《勇闯天涯 Super X》《这就是街舞》第3季的录制现场，全新场地水擂台。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吧，10、9、8、7。有请王嘉尔队长往这里看战队。让我们有请王一博队长，一波王炸 Boom 战队。一波王炸，让我们有请张艺兴队长，核心武器战队。让我们有请钟汉良队长，哇哇酷宝战队。下，
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全国四十强，欢迎大家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就要在水舞台进行比拼了。首先向诸位宣读一下本场的赛制，本轮四个战队两两进行对抗，每组队员根据音乐需完成大旗舞和小旗舞，队长可以选择其中一轮参加。我以为混是俩，是两个都可以参与的。那其实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作品是不是让我们满意的。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，把我整个舞蹈的更全面的一个发展，是一个好机会，我自己会觉得。每轮对战结束后，由51位媒体评审、30位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的评审和20位大众评审进行投票。我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副主任、湖北联盟的盟主玉斌。好，我是街舞垂直媒体火影涛涛，大家好。天津街舞联盟，我叫吉顺。跳跳舞蹈的跳叔布拉迪杨晨。作为这种评委来说，我们希望我们理解的更深层的这种街舞的一种诠释，然后带着观众们去更多了解街舞的立体的一面。虽然队长们都特别的厉害，但是我在综合考虑的时候，会以我们的舞者，就是他们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整体为我的第一考虑。两轮结束后，积2分的队伍全员安全，每少1分，队长选择2人淘汰。太残酷了，因为毕竟1分就要淘汰2个队员，所以我们也是扛着很大的压力。一输了就淘汰2个人，队员和队长之间的感情我觉得也很深厚，淘汰谁肯定他都不愿意。我们尽量的把2个作品都完成的好一些，2人都赢了，那么我们可能就不用淘汰人。不希望自己的战队里有任何一个人再离开。根据之前的抽签安排，王嘉尔队长的王这里看对战张艺兴队长的核心武器战队，王一博队长的一波王炸 boom 战队对战钟汉良队长的哇哇酷宝战队。两组对决，哪组先开始呢？我们转瓶子决定。来，嘉尔队长。先出战的是王一博的一波王炸 boom 战队对战钟汉良老师的哇哇酷宝战队。现在请4个战队到台下备战。加油。来，我们对一下吧，来吧，走，3、2、1，走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。你们能看到的，就是比如说观众可以从能看到对方的眼神，尽量要看着对方，不能要有冲击一点，对，就还是要像 battle 的元素，还是要有，要有哪个？会觉得真正的是在 battle， 就是不是只是在跳起舞，就走个位置我都要看对面再指2下再走过去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气场已经非常的足够。